今天你要花多少钱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让你这个才是决定去哪里是怎样决定捷运捷运你今天要通勤多久跟你讲我20岁之后我没有公路捷运已经发展了很多线我完全都不知道我又有考到没有哎、欸。好来了好请一点啦来吧十八啦21回龙回龙我没去过哎、欸、走啦208，只能花208块，够了。可是你还要自装哦，要买两个东西，才208块。什么游戏呀？你弄了他啊！你们怎么没有跟我讲变成这个样子的？50块，好了，过来了。太快了，冲下去！今天你要花多少钱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让你这个才是决定。去哪里是怎样决定？捷运。我跟你讲，我20岁之后我没有公路捷运已经发展了很多线，我完全都不知道，我又有考到没有哎、欸。其实我是很喜欢搭地铁里面不同的人文，但我不知道现在事隔13年的台北地铁的人文状态会不会不一样。好，阿爸，我们现在来决定你能不能吃这颗蛋。大哥都说可以，不浪费，那就我们吃喽。好啊，来啊，来啊，来啊，好啊，这里是单数一米吃。一是骨钉，二是单身一公园，三是铁道，四是国际道。好来，好，到骨钉站喽。那你先闪，你要去哪一条线？你要去那一站，然后买你要买的东西。一站只能买两个东西，所以你先去两站，你只能买一个东西。最终就一站是一个，然后再决定。那我挺伤的。你现在觉得你会到哪里？有直觉是要去关渡那边耶，那也有可能是泸州。第一次呢，先闪线。恭喜你有没有啊？来吧，出发啦！16除以6，于是，最核心路线在泸州，有可能会去三重。好，没关系啊，沙丁波。好来哦，因为中和新路线有26站，所以你要闪3次。相加，考我数学。好来喽，二十一点啦，来吧，十八啦。21，回龙。回龙。我没去过哎，走了。搭捷运有什么规定吗？我很久没搭。不能说。我很紧张。这个声音我好久没听过。我没办法，你甩到2号，真的买了到衣服，拿树叶遮住。啊，有电梯了，好累，好恐怖。甩到最远的站，然后又甩到最远的出口。一眨眼来到了回龙。来，那我们先来甩，在这里可以花多少钱？恭喜你的名，来吧，洗吧啦。208，只能花208块。恭喜够了。可是你还要自装哦，要买两个东西。208块，那什么游戏呀？哎，可以买，找他一打50。哎，鞋子。Hello， 想问一下，你鞋卖多少钱？哎，这个嘞，这个是男孩子的，你拿去啊。秋强，不是那个，那他几年去的？那个350，那个380，就是古蜜蜂那个。毛巾多少钱？这个八。头巾要时尚的哟，看一下，这个啊，苏格兰的，这样用吗？这个，蛮时尚的吧？你弄了它啊！你们怎么没有跟我讲变成这个样子的？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哎。好，那这个了，发给你，你可以帮我弄漂亮点，拜托拜托，我脸要出来。然后我是帮你把脸弄出来了，可以吗？可以，好，谢谢。我走了，拜拜。现在剩多少钱？128。我下去哪买15啊？我可走不了了。我现在穿这样很热。快进快来看我。我日子不好过哎，真的是。啊，好热哦。再上一单工作。穿热啊。是。
怎么了？哦，前几天才看你的节目啊！你跟我讲这有什么好吃的？我快热死了。我也不确定，我不想来这边。那你在干嘛？觉得这样美吗？啊，我美，我怎么都美。你美貌完房好。感觉他蛮帅的。我会记住这个。好可爱啊！哈哈哈哈哈！这么紧，这么紧。你可以对他自我介绍。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还是我刚看外国的。那你外国怎么没看到？台湾人。我是 international 的，你外国东西看的还厉害多多。啊？这个也太高。五十块。好了，过来了。哎，太快了，中了！谢谢你们。我刚刚看到二八八吃到饱，还吃活虾。这真的超级。哎，就跟你朋友交定了，好的。我想，别点，别点。他们16岁。你32岁。32岁。没有，他乱说的，我才21。甩的，1、2、3、4、5、6。耶，多多排机法 ，OK， 可以。我跟你讲啦，我不怕没钱这件事啊，先把自己胃填饱再说。没钱之后想办法，国外当去啊，都把钱拿去嗨了。没钱吃饭。耶，我现在吃饱了，很开心。对，继续买最后一样东西。那就是一些配件啊，或者是小饰品之类的。因为你也没钱。很鄙视的眼神。这家临时会有东西，这里有没有手套可以买？镀膜店的，搞笑，就是把车开过来给他镀膜。我说你绝对会找到。好像不行。还是买尿布。会不会超过70吧？手套多少钱？刚刚好79啊！不行，啊，你是78，只有65了。怎么打扮成像做工的人？你看这个头，再加上功能手套，不是说好今天要时尚购物，就变成这样。算内的时尚购物，搞不好你下一站到一个很时尚，然后钱又很多。那我就把这张手东西换掉。哎，这有耐用的这个绒布手套，49块。还是你要这种？我觉得绿色比较搭。好啊，那就拍了。好漂亮啊，强强！真的好瘦啊！真的假的？谢谢，拜拜。其实蛮时尚的，你看。和你的现在这套很搭。真的好热。在这站买到了什么？买到手套、护头巾、马卡一顿。你觉得这一次你会到哪里？你有预感？淡水。你不是想去吗？好，来，好啊、先看哪一条线？都是夜喵。来吧，出发啦！环状线。环状线是什么地方啊？环状线是这条，你可能会回到中和景美这边，那也有可能会到新北产业园区，也是这一带。对，也是这一带。哦，那很近哈，好来来来，恭喜叶喵，来吧，出发啦！后千庄哎，很近哎。耶，老天怎么这样啊？后千庄这边也是我以前小时候的跑趴之地，很多亚迪都住在这里，很多在那跟他们鬼混。后千庄怎么去嘞？前几站而已啊。这边有四个出口，我们看有没有从哪出口出去啊？19。好，我们来看看你在这里可以花多少钱。恭喜叶喵，来吧，十八。恭喜叶喵，来吧，十八啦。100吧。买大衣服吗？冬天。不看。开车那个车可以坐，可以的话你叫我们过去。哇！好，那请问到哪里？这不是图腾好逛的地方。这种天有什么好逛的？是台风的雨还是不台风的雨？是台风的雨，那停不了。不要打雷了。今天有没有一种东西给叶喵？有，我就快点命了，150块，谢谢。你要买雨鞋啊？对。台风天来逛街。雨鞋吗？这种的会比较便宜。你要时尚。啊，可能不算便宜一点呢、啊，拜托，拜托。好，那我再装。哦，可以啊。哦。好哎、欸，不用踩到那个地板了，耶。你是那个强强对不对？对呀、啊，哎、欸，强强便宜一点，我就没有钱。我们这次卖不多价，我跟你优待。好，不会多销，不会多销。嘻嘻。也是10块呢。10块，哎，多少钱？鱼是变小了。
谁啊？谁啊？我常常游泳，宫本聪。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说，有啦，都在电视很大那一种。哪里很大？他说很辣。哦，很辣不是很大。强强辣。这有很多适合的呢，你看，这件可以啊。因为我时尚品味，我觉得有那个头巾跟那个手套，我什么屁都搭不起。这件多少钱？$89，我看一下剩多少钱。完，价值有368。要么就是你们真的送给我，或是我只能360买一件。给你啊，给你啊，真的假的？对。还是这个，这件然后配一个大版型。感觉是会去跑山的，山道母。好啦，那就这样咯。老板多少钱？690的裤子，190的背心，800。送给认真认真认真。耶！老板，他这个穿着怎么样？100，超级100。6000吧。得。没办法，万了拉子，很像打扫阿姨。打扫阿姨也可以打个分数吗？算吧，这衣服还蛮好看的。衣服好看的人，那你5分，然后有个不及格。你问题好不好？好啊。你10分给他打几分？今天10分啊，超过了。天啊，超过。